感谢刘刘哥，感谢一介农夫，感谢说喜啊，感谢大家对妞妞的支持和鼓励。这个不是妞妞是吧？那溜溜我看也不是妞妞，是溜溜。不是溜溜。应该在学校吗？我是溜溜，我不是妞妞。学校现在今天关门了。倒闭了。学校今天倒闭，明天开业。后天。不像啊，妞妞。整容了，满意了吗？这个回答满意吗？人都会长大啊，大家已经看了妞妞几年。从一个小女孩到现在一个小美女，大家多多鼓励支持她啊！我们正能量可以不好不好？我们直播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开开心心啊！那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不说。对，看见妞妞长大就要好好的爱护妞妞啊，支持妞妞。鼓励妞妞，一个几岁的小女孩啊，通过自己的努力，用戒指鼓跟大家在网上认识，带给大家快乐啊，她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，所以大家必须要鼓励支持。感谢我的小情人的分享。哎呦，这个网名有点比较有水平。大家可以多多帮忙分享一下直播间啊，让更多的朋友进来看妞妞打鼓。已经变成了。孩子他爹推荐给他的朋友，感谢。哎呦，这个感谢市民大哥送出的荣耀奖杯。我那个，等会儿。感谢谢淑春。哎，这人你别搞这个哦。往前一点。往前一点。你看不到是吧？不是、啊、角度你挺胖啊。梦醒时分，对，既然大家都是一直看着妞妞长大，支持鼓励妞妞的，大家就要啊多多点赞，对啊，多多分享直播间。怎么样？就是长胖了。哎呦，这个感谢至尊宝送出的喝彩呀、啊！谢谢。对，成为大闺女是很正常啊。难道你长身高你不长体重啊？你一米七的时候你的体重60斤，那不行、体重跟身高要一起长。是啊，这是奇怪。感谢将心比心的玫瑰。是吧？感谢怀丽君，每次都看，非常好，超级好。我们不说这些什么又妞妞有没有谈男朋友，又做我儿媳妇这些话题啊，我们谈一点正能量的，开心的。因为我们一直以来。也是通过戒指鼓啊教小朋友爱国歌曲，所以我们要一定要正能量啊。另外一个号是猫王老师的，你问他开没开美颜跟瘦身。没有，我们都没开，只是手机自带的。
是什么鬼啊？就你自己设计的。看到我都走了，折不出来了。不知道。他打错。爱奶茶吗？唔使啊，有水唔使啊，冇饮咁多奶茶，唔健康啊。佢哋饮啊。家老乡，你周末上学呢？我看到喵道河在直播间了。我看到喵道河在直播间了。是吧？你怎么不来我的号啊？对，如果有一直关注妞妞的。都知道啊，妞妞从一个小姑娘现在变成大姑娘了。有没有小红心？有没有小红心？这只鼓学起来不难的、啊。想学的可以私信一下我们管理员。喵王老师说，只要你会数一二三四。妞妞也说，只要你会数一二三四，就可以学。我说猫王，我没说我。报广义，我们其实架子鼓不一定要考多少级才是怎么样，架子鼓我们就是一个兴趣爱好，给孩子一个兴趣爱好。很多考了八九级的都不会打鼓，没有鼓谱。非常尴尬，怎么能不会打？你学不就会了吗？不会打就学嘛，会就不用学了。就是啦。转鼓棒怎么转啊？阿姨莫暂别离啊，你喜欢吧，你喜欢打什么就打什么，要打两首现在抖音比较火的歌。